凯奇，你到底想买什么玩具啊？枪枪，就是它，最新的变形积木方块。有这？这积木有什么特别的？当然有，这套最新的积木可是有100种不同造型的组合玩法。居然这么厉害，我也想玩玩看呢。那还等什么？去买积木喽！奇怪，我记得这里应该是积木专柜啊。谢谢灰姑，祝您玩得开心。请问这有积木玩具吗？抱歉，积什么？积木玩具。我看看，我们这里有七巧板、橡皮彩泥、航模，可就是没有积木。不对，应该说我都没有听说过积木。怎么会？积木就是啊？怎么变了？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当勤学特工，却连一个想玩的积木都不配拥有吗？根据资料，亦有奇葩事。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了，先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时空起点是积木消失吗？对，这次的时空起点是在1932年丹麦，当地人奥里科克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积木玩具。积木玩具的诞生让后来的玩具有了更多更有趣的新玩法。好，为了能玩到积木玩具，一定要阻止蒙查查，我们走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正常。好。搞事情，搞事情，真好玩！嗷嗷！怎么着火了？走过路过别错过，买个小木马吧。这位夫人，买个小木马送给孩子吧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下次啊。夫人，请您再仔细看看，这小木马做得很精细的。哎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今天喜欢马，可能明天就喜欢狗，而且这么精细，很容易摔坏，这实在是太浪费钱了。确实，小孩的心思经常变，不会一直喜欢同一个。可哪有千变万化的玩具啊？是我错了吗？不，你没有错，用心做的玩具总会有人欣赏的。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，只要把玩具造型做到极致，尽可能栩栩如生，大家一定会喜欢。可是越把造型做得精细，把玩起来就越容易弄坏。确实，小朋友可不管精不精细，他们玩玩具超粗暴的。对，所以我的设计作为儿童玩具很不合格，一想到仓库里还囤积了那么多的玩具，我对不起帮忙的伙伴们。可比可比的，再这么下去他就会放弃做玩具。奥里克克先生，我们一起去仓库看看有什么新想法可以让玩具卖得更好。太感谢了，仓库就在啊。什么情况？仓库怎么冒烟了？糟了，我们快去灭火。我的玩具！嘟嘟，隔壁，一个，隔壁的，一个壁，哥哥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
我们可是奇趣特工队。不准验，就是特班队，讨厌，玩具给我都消失。柠檬三爽阿迪，哇哦，柠檬飞龙大中锋，小心，呀呼，哇哦，帅帅，灰柠檬居然放火，太过分了。哼哼，本柠檬只表示不放火，少撒谎。冲天火箭拳连环发射，我吹啊，什么啊，竟然这样。飞鹰战车出动，飞鹰战车奇趣变形，看招，飞鹰毒手，不击，飞鹰龙龙拳，花柠檬，驯龙战车出动！驯龙战车奇趣变形，哎呀！啊！讨厌，通通追走！呀！嘿，呼！这些石像虽然都一模一样，但用类似装嵌的方式合在一起了。对，钓鱼图是超稳固的组合结构。大蜥蜴，怎样就不信治不了你？吹呀、吹，让这大风吹！超喵，反弹踢！飞龙龙卷！实在是太耍赖了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稍稍改变这些砖块的形状，利用凹凸结构，我们就能组合出一个巨大风车。啥？收到。哎，百变重锤，轻轻敲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算拆散也能再次重组变成心脏型，这就是我脑海里的完美设计。来，这样这样。喂，不准发命令，牛牛大冲锋。咯的咯，比咯比咯的。不过来了，我跳旋转不停歇。逆转光枪，
怎么办？出击！啊！有了，卡住他的关节。虽然被烧毁了很多玩具，但我已经有了创作新玩具的灵感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好啦，是做那个的时候了喵。总管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每次到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要我还有我奇趣特工。对对，就是这个任务成功。月月，麻烦你了。小铁怎么还不来？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催催他。哎，奇怪，我手机呢？刚才还在的呀。陈小姐，我很快就到了，你现在出门了吗？哎，老胡，家里水龙头又坏了，你介绍的师傅什么时候到呀？飞鸽传书，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哇，这样放鸽子太危险了。糟了，得赶紧救人。不好，车子快爆炸了。飞机先生，快醒醒。小心。要爆了。火烛。老婆，今天加班不回家吃饭。李太太，商场大特卖，赶紧呢。喂，小李啊，我这里撞车了。你没事吧？公交上的人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在行驶中放鸽子呢？就是嘛。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正常。要鸽子通信，本来就得到处飞。我一时没注意，才躲不了。喂，天国保险吗？我的车刚被公交车撞了。你们派人来处理一下吧。满大街飞鸽传书？难道说？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哎，又是柠檬博士。好，出发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时刻是1973年，美国工程师马丁·库帕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手机，这就是纪念手机首次拨通的照片。对呀，这马大叔笑得这么灿烂，是打给谁了？想不到第一部手机居然这么大。最初的手机又叫大哥大，有2斤重，开机只能用20分钟，还要充电10小时，而且售价超级贵。不过能随时通信的手机最终还是被大家接受了。在经历了多次造型的变化后，手机彻底成为了现代人的日常必需品。对，打游戏、上网、付钱，本喵可离不开它。一定要保证手机发明顺利，出动吧。
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看这边，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话。现在我就要用它打给一位重要的人。没有电线还能打电话？咕嘟，哔咕嘟，就是他会打给谁呢？是老婆、朋友还是老板？快快快，快接呀！还给我！没事吧，马大叔？我的手机。放心，我们来帮你。我好害怕。柠檬，带上阿迪。叽叽，你得意什么？这不没啥变化吗？喂，谁呀？是我，小笨猫，给我爆炸！警告，萌查查可以通过电话发动攻击。嘟嘟，我们俩上吧，飞鹰战车出动！只要不接电话，萌查查就没招了。Boing!
混蛋！哥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凡人大都级，龙茬茬，你逃不了的！飞鹰扶手，放开我！哼，看招！我是马丁。根据资料，尤尔是马丁的竞争对手。我正在用手机和你通话呢，怎么样？你不是说赢定的吗？对对，我就是故意打来炫耀的。马丁先生，这也太小孩子气了吧！算了，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捕捉到时空异常。这是初代奇趣特工，原来如此。奇怪，怎么不显示时间了？系统出故障了吗？手机可能被干扰了，强磁性的东西会让手机手表出问题。这就麻烦了，现在究竟几点呢？翠儿，现在几点了？好的，我看看。看样子快十点了。还早还早，最近难道流行把古董背在身上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香都烧一半了，这下要迟到了，让开让开！他怎么用大箱算时间啊？早上十点整，早上十点整。早上十点，这也太落后了吧，还要打更报时。哼，我不打更你能知道现在几点？等等，不是有我忘记我手机坏了。喵，那台公交车也太多黑烟了吧。就是，太不环保了，我们一定要让它改改。你快点下呀，后面还有很多人。小心了，你的香戳到我的名贵包包了。哼，我的西装都给人烫几个洞了，你这算什么？哼，原来这烟不是汽车废气啊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怎么大家全都在烧香？注意，这很危险，行车过程中不能有明火，很容易会出现意外。碍事儿可不绕过去。哇，危险，快跑！
糟了！奇趣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出发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时空起点发生在1806年的法国，拿破仑让工匠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块手表，用来送给妻子约瑟芬。那没有手表之前，他们怎么看时间啊？根据资料，其实钟表的概念很早就存在，比如日晷、打更等等，但基本都不方便携带。没错，虽然后来出现了怀表，但司机用起来很不方便，因为他们驾驶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来控制。很难从怀里拿出怀表，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拿破仑将军，您的怀表修好了。之前会出故障是因为怀表被磁铁干扰了。工匠还按照您的要求装上皮带，这样就能戴在手上了。太好了，约瑟芬一定会喜欢的。快，马上送到杜伊勒理工去。是。安静，不准，我才不会让你送呢。我得快点把礼物送到。锵锵，鸣鸣叫，我涂，我涂涂涂涂涂，嘿，完成，嘿，走开，走开，你这柠檬怪竟敢捉弄我。这是我的怀表，是超级柠檬怀表。不就变大了一点吗？一甩光枪，才怪，发条正转，时间加速。这可不是你的。拿下这个柠檬怪。发条正转，时间倒流。等会儿，你们怎么倒后退了？给我上大炮！时间倒流。最强无敌就是我！这下完了！给我拿来！这是将军交下的任务。
你别想抢走！讨厌，飞鸟！住手！通天火箭拳！把头转转！时间到了，火箭拳退回来了。啊，蒙查查可以控制时间。我们要阻止他用发条扭动时针。百变重锤，我枪。没用没用，打不动。发条转，艾尔干得好。卡住发条，他就用不了技能。嘟嘟，就这，我拖。我的发条可还拖着呢。钟摆大回环。糟糕，大家快跑！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可爱的女士。可别的，吹牛大王。哦，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对付你？幻柠檬拥有让时间倒退的能力，您的军队对付不了他。小子，知道为什么我打仗战无不胜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总能看破敌人的本质。突击队列阵。是。人在多也没用。不，你做不到的，因为你的本质只是块怀表。啊不，想吓唬我？哼！啊，这是一五我的怀表之前就是因为磁铁失灵，磁铁就是你的克星，你输了。将军，手表已送达。很好，提取特工任务成功。报告，所有探员已经就位，等候提取特工指示。知道知道，我忙着呢。课本卫星启动，选择科学力量。第二机关，第三机关，限制解除，方向校准，能量输送，超时空探测波发射。找到了，999队长就在恐龙时代，你们出发吧。继续。